是印尼回来，前天呐、啊，已经一整天呐、啊，我都沐浴在这样的心灵响应里，真正的哦，好像周围都很温馨。他们带回来给师父呢，是一度度的温柔的光。在昆祥，他们呢那样的精进，大家好用功啊！每一次要回来看师父，一定要很用功。再让我更感动的，他们一起读书会哦，还要呢一起抄经。他们的抄经的画面哦，很壮观哦。就大概让抄经，共同抄的是《无量义经》，还要人人熟悉。学习，所以还要呢来讨论呐、啊、这一句话的内中内涵的意义，所以他们要读书会，爱跟弟弟听，师父在咧讲什么，那一句一段听清楚，然后他再表达出来。都解释得很好，他们来报告了，一段一段的，不只是背啦、笔啦，他们是做出来的。这一段就是这 一段经文去做出来的，可知道啊，是那样的真。那样的诚，那样的美，那样的柔与和，我从来没有听过呢这样开会方式，所以我划船过去。圣行道是在那里，身心行动，从自己的心。那样的彼此之间和和互协，一直行动在外面去，如何放下这种爱的能量、哦、我无法形容啦。规天和师父吼，坐伫迄个所在，好像呢周围都是甘露水啊那样的。如沐清流，真的是很感动啊！也有小中学教育的美，那种很教育的很优质啊，真正是吼很感动。makna suka itu dharma kan itu seperti air。Air walaupun sumbernya berbeda-beda, ada yang dari sungai, ada yang dari danau, ada yang dari waduk. Namun fungsinya tetap satu, yaitu membersihkan. Sama seperti Dharma, walaupun sumbernya berbeda-beda, dari berbeda-beda orang, namun fungsinya tetap satu, untuk membersihkan kotoran batin. Dharma mengajarkan kita untuk menghargai orang lain, tidak menyombongkan diri. Nah, kalau diterapkan di kehidupan sehari-hari, saya mulai belajar untuk menghargai orang lain, walaupun itu lebih...mudah daripada saya menghargai sesama teman, menghargai orang tua. Lama-kelamaan, karena terbiasa, kekotoran batin yang mengajak untuk menyombongkan diri, itu lama-lama menghilang. 也听到了孩子呢，就说他们呢了解到了不能骄傲，对人呢要很恭敬的，等等等等，这都是对。孩子的教育，所以吼、哦、有说不完，从大人的魔啦，这种的模范啦，一直一直带到家庭，带到学校，
我们的学校做到这样，啊，很甜呐、啊，真正是吼、哦，认真甘愿做，回来分享呢，我欢喜接受，甘愿做欢喜受啦，真的很感恩这一些孩子这么幸福，你们那有时间呐、啊，手机啊小动一下。看看东回的孩子又是怎么样，带过去的书包给他们，孩子是欢喜的。我们也是不是不理喜的不理喜干你的哪个克拉夫斯库里哪个布拉什哪个Lapsi, kardin. Estaria tudo mal, né? Porque nem toda criança tinha material. Depois de... Os pais aqui adquirem uma vez o material. Então, depois da segunda vez, eles não iam conseguir encontrar os materiais. Então, assim, nós íamos ficar na mal mesmo. As crianças só escreviam num único caderno. Não tinham, já não, não tinham pasta. Já não tinham material para trazer. Tana, esse 一辈子, lá, 在 他的手上没有拿过的这样的书包，没有拿过他手上的完整的一支笔，这一回他们得到了，真的哈、哦、很开心。这都是呢，相对比一下，总是呢苦难的是那样，享受的是那样，这次福以。没有福，这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有福缘跟业缘。有业的人呐、啊，带业来就是在家出世；有福的人带福来就是在家出世。不过非洲这一回，这一些孩子，我已经决定了要让这一群苦难人翻转人生，房屋要盖，学校要盖，一个心愿，让孩子们能享有跟一般的，不敢跟印尼比啦，就是一般的乡下的学校，中小学能做到这样，所以这都是我们想要做的。昨天他们在那里浴火，院长大医王都到了，在那里浴火了。这一场熬对爸爸了，也是很整齐，这是他们不曾经有过了。实际呢，在那里呢，第一回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画面。感恩大家，没有大家爱的能量啊，就没有慈济去成就呢这样的大事。总而言之啦，期待人人点滴汇合起来，就可以呢为那一群苦难孩子，这那无缘是碰咱未到啦，就是因为有缘呢碰到啦，要不然的话。一望无际啦，那要行嘛行未到啊！只要我们走得到、看得到、就寸的到，我们就要帮他翻转贫穷。各位菩萨，总而言之呢，只要我们用心呐、啊，这福田在那里。等待我们的种子做一个会经营的发农夫，底下保险经济，这咱的福田真大。不管你在那里播两粒三粒的经济，或者是一大把的经济，或者是一大袋的种子都可以，你多少种子来，在你的、他的、我的，都共同拥有。总而言之呢。
作都是贫富悬殊很多了。那我们要如何改变？那期待向大家祝福，祝福呢，不是给我加持，就是师父见证我那是做得到，不是师父你给我加持，是爱家己。师父给你们见证说有你有做，你有做，人人有做，那期待呢我们大家一起做，感恩大家也祝福。